报道有意思。今麦收听报道有意思，我真闲。今仔日访问的是引导的物件，真可能咱厝的吼都有啦，啊无就是车顶，啊无就是伫个单位吼，你咧找所在，想要出去的时阵会看一下吼。现场访问的是大宇出版社，伊是第二代社长吼，周雨婷来社长你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在社长引导的产品呢，都是地图，地图，地图我唔对。我永远都记得吼，阮家的车，阮爸开车的时阵，细汉吼，一边啊迄个啥，咧揪迄个手刹车啦，吼，啊以前个离合器啊有哦，吼。伊拢会夹一个安尼，长长安尼，叫我那以前那报纸安尼啦，蓝色的吼，啊，到位到位的公路地图有没有？吼，迄就是台湾省乡镇地图集蓝色封面，是，基本就打在车拢有。迄种就一个迄公路地图啦，吼，啊，有当嘛分市区嘛，吼，都是市安尼，啊，冇归台湾的呀，吼。系。迄当阵看地图吼。是阮妈妈是屋上的职责呢，因为先生当头前开嘛吼，啊太太当边啊，啊有当时要检查嘛是遇到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，太太就开始变起来就开始看，讲安怎啊，无在停去边啊研究啊呢，还讲啊会冤家嘞，哎是啊我讲你拢乌白薄，你拢未晓看，哎就跟那撒哈拉沙漠吼，迄个赛车手边啊迄领航。爱看地图。迄个早期的传统纸本地图哈，那这大宇出版社做这是为当时开始做的哈。哦，差不多五十几年的时阵，民国五十几年的时阵，迄个时候还过点涂骹白。是啊，吼，我可能啊嘛才开始白呢。真搞讲，迄地图因为恁做足侪版本呢。吼，公路的阿妈、啊、有规个市，规只什么市，什么市安尼啊？吼，啊，恁爸爸是安那开始这个生意哈？头先其实阮在边放假啦，啊，放假这班间有好朋友，啊，因就来讲，哎，刚刚做地图吼，会赚钱。哦，啊，因就想讲，啊，就简单，跟咱放假家真侪这班的啊，印刷的啊，我做看卖。哦，啊，做出来了，当然是开本落去做，啊，想想的一定赚的。结果吼，十年后才点啊收起來。是安怎？还就是人用的呢。啊，袂出名啊！啊，无，迄个时阵吼，上有名的是卖了上好的叫南华，同款在卖放假。啊，伊敢那是以日本人最多的技术做起来，啊，踮迄个时阵有咧做。啊，最敢那是台南的南艺书局替因卖，问题迄个是爱靠中盘啦。啊，袂想讲我卖一斤就好啊，我卖两斤我咧加麻烦呢。我咧物件做出来，放入去卖袂出去，就无人要替阮卖。啊，险多、所以技术好啊，人客通路最重要。所以当初恁就拄着通路的问题啦，吼。啊，结果阮爸就家己去一间一间书店讲，无你卖看卖，就卖找中盘，家己去走，家己拍通路，家己拍通路，拍了安怎？哦，拍了三年就赢过南华。吼，所以爸爸嘛是足实在啦，吼。哦，讲实在，都是讲正面对决，拢是君子之争，阿姨去找租店，安尼做起了，啊，租店嘛趣味哦，迄个时阵租店我讲啊，恁倒位做了无好，隔壁要开咯，伊就讲报买啊，啊，阮就搁改，啊，消费者买着时阵，伊就加共推销讲啊，这张多出来新的，哦，安尼一直做起。够有品质，够有信用。阮爸就踮个放假找一寡无头路的，讲大家吼斗阵拼。用东甲即个通路拢做起来，因都照阮爸爸 SOP 嘛。阮爸爸做起来即个停书，就讲阮公司家己请一个中盘。家己拍通路吼，啊，因为地图会拄到迄个道路嘛，是拢会改，因为当初台湾佫当咧繁荣嘛，吼。好啊，大家那个本，我嘛是都要问你哦，因为路会变嘛，吼，啊，无就拄更啊，吼，其实是这个，你这个袂用讲有诶，像人小说有出一届的，过来印就好啊，你要常常去变更它，
好、哦、啊，尤其早期哈、嗯，政府啊，迄、那个时阵四十几年前啊，嗯、政府做地图唔是要民间参考，嗯哼、嗯，家家学校会使看一下、哦，啊，主要拢是军事部署。好、哦、所以讲，阮摕到的政府的图，其实嘛是拢足旧的。嗯哼、嗯，哦，啊，都爱靠家己调查，还是讲民间人客甲阮反映。嗯哼、嗯，哦，所以讲摆了四万五万几间的书报摊呐、啊、书店呐、啊，嗯，拢有进步进来。所以阮那是讲在库管理要搁用的时阵，阮一定硬心办。哦，哼、嗯、哼、嗯，所以你拢偌久爱更新你的版本一届？我逐个月拢足无用的哦，袂吧？你逐个月，你是做媒体哦？对，你是做月刊啊？逐个月，所以讲，哈，加起拢开这半。所以讲，看到的营业额吼，变相欢喜，真侪钱拢爱摕去这半。我家己当做媒体做讲，我袂使袂使，即马加一条路出来，咱后日后盖爱改版吼，因为你个这版你得爱开钱啊，爱开钱哦。啊，过来吼，拄啊，咱就讲家己做中盘对无？好好好，迄成功了三年后嘛，险骨倒。你是安怎？拄啊，就踮网咖找一寡无头路的罗汉卡对无？好好，来做业务部。嘿，啊，因最有赚着钱，想讲安那就开遐侪钱这办。哦，啊，一个办啊，袂定当就好啊，因就家己偷租公司，直接讲话方便。家己。所以迄个时阵吼，那些的方面有两个牌，一个叫代务，一个叫做啊，规定踮咧大家买着都吼那些的。会记得讲，等去看，为总统府的线条是阮兜，一个另外一间为中正纪念堂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因就甲头家，因就甲头家主店头家讲吼，啊，来，阮公司吼换方面，吼、哦，你用这个就好，边啊，迄个给等一下，阮收等来等一下，哦，险到。哇，这实在是，所以讲下面四股头拢等着，就无武德哎。不过吼、哦。你看得出来，讲哎，卖地多，伊安尼做，伊冇一定的市场啦，好，就是你有市场，好，所以伊只安尼要切入去竞争嘛，好。哎，迄当准备，我知恁有足侪版本，你冇卖世界地多嘛，好，阿冇有台湾地多，世界地多啦，好、嗯，台北市地多啦，规张诶，一个规本诶，规、嗯嗯、本诶，较算会好对人客。哦，我倒冇有规本诶。其实恁买也贵本嘞，我感觉卖了袂歹，因为恁的地图的规格甲一般的车无相像，恁拢是较长了吼，啊，不是像一般车迄款尺寸呐，吼。阮迄个时阵，阮爸咧算哦，伊将心比心啦，我一张纸买来嘞，我做一本纸的时阵，我就是尽量给他保持讲，用到纸的每一角每一分。嗯哼，安尼。哦，所以阮的。阮的主看的敢那较大本是是啊，嗯，哦，啊，澳的所在冇天线，所以较有动头。阮主吼，人家一直用啊五年六年，拢还会动的。你就甲讲，我为着恁，我当年拢改版，你拢用五年前的。哎、欸，亲像迄个普通路嘛吼，听着讲四五万间的册店还是书报摊哦。咱就听出历史感，好，因为即马台湾册店跟书报摊，好，后面可能可以都可以少个零，好。啊，迄当阵你有甲伊通过讲，迄差不多四十几年前，迄当阵差不多到位卖地都卖了上好。到位拢卖了袂歹，像阮有一本书，一个阮差不多两本书吼，一个月拢要印两万本。哇、哦，一个月两万本。拜啊，两万本。啊、有一摆吼，过年阮做一本新书，叫做《台湾休闲旅游全集》。内底有各县的地图，啊，加迄个交流道附近的耍的所在。嗯，啊，结果吼、哦，市场进步转来吼、哦，日月潭阿伯阿天人迄边吼，卖足好，一直爱补起。哦，啊，就大家出发的时阵，无咧想讲，那就传地图，问槟榔西施就好啊。嗯，结果咧一算起来，啊，知影，要找路，较紧的踮遐买。哦，不啊，放假。你看哈，我刚刚多毛迄个，咱台湾人靠休闲旅游的概念呐，哈、哎。啊，要去佚佗，啊，都需要这个资讯哈。那以前讲，咱去报啊，你去报地图啊，报个大家刚刚讲，好习惯嘛，讲要出门爱看恁到的地图，哈、嗯。那
你可不可以一个，因为现在再来是算数位化嘛，开始车顶，我们刚才讲就讲20年前，我们车顶都有导航啊，对吧？啊，像这款的导航的系统，像我们 Google， 跟我们的合作是什么？他会跟我们合作吗？还是有自己的系统？这个问的这就够历史感的回答爱好你了、因为20年前、差不多23年前我开始在船要做导航、啊、那时候想说、那个上准是什么，你知道你在哪里、啊、要去的地方还可以计算、那上准、因为我们去到日本去参、那个参观的时候、看到他们的地图，日本顶头都写实地调查，比如说各张地图他都敢说每条路我查过，我想说一张图到底赚多少钱、要查我们只靠人客给我们回报，我们就改到半死了、对啊、结果我们就一直传一直传传到说、车厂鲁良那边、用到我们跟日本合作的技术、做导航像 Central Severo QRV 啊，他那主要是要卖车，卖出去、所以说早期的那个导航其实是一台百几万的车里面给你驾一台，还是说你自己去安的时候要10万、5万、3万、另外选配啊，都是高价，所以导航刚才出来的时候我想说抓多要害，结果没呢、那个相得益彰，怎么呢，我们是最地图的公司，所以我们去调查的时候去买高价的导航，我们回来在收我们的地图，我们收到更加到位。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一个理念就说，抓图跟我们有想要抓图，你绝对买来也笑嘻嘻、你如果是买较好的车，他们就导航，那也是我们很用心的服务、那个时候是和平共处。唯一开始有影响就是当这些图啊，大家买手机都加免钱的时候、我们导航都受影响、这是没多的事情、所以这是有一个时代感啦，吼，就讲咱抓到的时候，无问题啊，吼，咱做甲遮尼好啊，而且讲起来抓到不重啦，吼，你袂讲伊要砸咧就麻烦，你放咧车顶就好啊，吼，可是做着导航，叫导航是甲你当合作的，吼，因为伊可能伊遐数字啊，伊遐是甲咱为咱家甲咱买的嘛，对不？合作的。对对对，导航迄个是路量，就看阮的都好加工吼，伊敢开两亿去做广告。两亿唔就来讲做奖金得着，奈去做广告。你忽然间觉得，我如果这么好，吼、不是应该来家吗？Lexus 印度阮的岛的时阵啦，伊的车迄个时阵，伊印阮的岛超十八年。Lexus。啊，无空四年，2004年加真短时间。用的时阵，我逐摆听了伊讲吼，追求品质近乎苛求。对，你又知影讲，阮是吼，目睭吞巴肚，因为阮甲品质顾啊讲吼，敢要耗出来。实在讲，会当甲这大品牌吼，一定会当甲固定的合作，而且地图讲起来，地理有方便性啊，伊多少毛一寡。安全性，甚至这一块可能对小丁来讲，这个考虑爱搁较侪啦。其实这个文具店呐、书局有也搁有看到哦，长长的哈，有世界，有毛归台湾的，有毛迄个县市的，好。他做过有问小丁啦，讲其实因已经电子化哈，所以我们接着车店啊，讲什么 Central 啦，那个讲 Lexus 哈，包括乳龙，让我跟你合作嘛，哈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提出一个。我就这就搞塞车的朋友，伊拢讲吼，哼，我知影的路是比应该坐一条啦。你们真的是较袂晓吹吗？那其他有的路，人家老司机大哥们拢知影呢。基本上吼，车厂吼，希望讲路是老一关行起来也较安全。咱一般出发的时阵啊，比如踮在家己厝的附近啊，拢会讲啊，这条路我熟悉。不过去到陌生的所在吼，你那是可以。找唔到路去钻啊，巷啊，即出袂出来，伊就开始骂。所以啊，不过车厂咧讲咧做合作的时阵，要求的规格吼，是讲你逐条路大路优先，还是这个技术，阮甲日本合作，日本嘛是安尼。不过咱家咧开车啦吼，嘛
常常出发的时阵，拢会家己去找较短的路。啊，那到迄个所在时阵，基本上是希望讲无熟的所在啊，安全搞较重要。有影。亲像咱当新闻的看到讲，就是无性别差异啦，但是真的女生发生比较多啦，就是讲啊，我拢对导航呢，我转对对迄个餐边啊去。即马吼，即马社会少年的用的导航哦，应该拢是讲 Google Map。好，对对，因为古早从二十年前一台十万块的导航、三万块的导航，甚至八九千块的导航吼，拢吼一支手机万通可换两三万的吼，内底拢有免钱的 Google Map。嘿，对对，所以大家即马咧山的讲吼，互人带唔着路的吼，基本上是迄顶头架的地图，迄、其实无算讲正统的导航，啊，不过伊普遍。大家很好用的，我要增加什么新的店啦，我要增加朋友刚才新开的店，不然第二天顶头就有了，对，他注重的是说店，那个店要增加，还是说店要增加，大家开店的时候比较好让找到，对，不过那个路线要去查，那就不是他们开那么多精神来查的，大家就要加阿弥陀佛一个看纸的地图，还是讲无熟的所在吼，小看较全面一下，看讲有甲你带奇怪的路无？这个求生守则煞变家己爱自力救济啊。因为现在咱家己迄个纸纸本的地图啦，还是讲车厂的地图吼，其实我嘛发现朋友两种拢有啦，吼，就是讲伊迄个车有的拢够付嘛，吼，付导航，好啊啊，够伊手过摕一个 Google Map。好，啊，就两个安尼对安尼对，后来觉得我是差不多侪啦，哈，差不多。啊，不过像社长讲的讲，真正足无熟的所在，家己嘛是爱要注意一下，好，好，唔好靠一个 Google Map 的要走到底这样哈。而且讲，因为他都立马讲讲，因为我手机一两万块，哈，我什么都有，而且伊平时一定拢揸手机嘛。好，那这安尼对咱的业务抓本的啊，也是讲甲社长合作，安尼会影响无？都差不多该收收的变多啊！哦，这直接哦，因为那是边啊一个卖场啦。你讲吼，你去到好，你食一碗卤肉饭，啊，你踮咧外口该开一个卤肉饭打你的桌。哦，啊，人食免钱的，假是讲要过人入去，去用别项物件。啊，你开店免讲开遐卖桌。对，伊开 Costco， 伊讲我食一个卤肉饭，吼，我趁别项补一个啊。好，啊，咱是专营卤肉饭，虽然咱那像感觉咱也袂歹食，所以讲目睭爱闭较紧的。啊，阮那是闭无紧，无稍微就变工匠甲达人啦。我即摆访问是即个大宇出版社吼，其实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。我看伊嘛足有累积一个行业吼，我相信即马真济人你也开始进看，因为车顶呐，啊无朋友车顶，他多看得到因兜的商品诶，真的。你讲啊，有个人厝诶，讲有一个大同电锅，对不对吼？其实伊个地图嘛，差不多有安尼，讲厝诶，有的后面都会贴嘛，吼，又是啥物货啊，都打一个安尼吼。即、這个看到人咧用咱的地图，你有就有成就感，迄是啥物款的心情？无。迄毋是成就感，迄是足感谢的心情。哦，迄是充满感恩感谢，出我啉，出我食。啊，我从最近看一寡新闻，是参像迄个一寡迄个剧啦，迄个弄个坑立体地图啦，还是讲世界地图，甚至官员出来受采访，后面的地图我一看现底啊，问到诶。对对对。啊，不过迄用会使用二十几年啦，所以讲吼，敢那算计咧，一张票三四钱啊。以前讲高官，我即摆看嘛就感谢。我讲你来遮欠啦，安尼三十年前诶，你也啊无介古，你也无完全。哦，咱的社会大家勤俭，这是好比点。不过我都会记得呢。以前吼，我除了爸爸讲做算吼，我都甲社长讲啊，因为你无可能多好多迄个选区嘛吼，所以侬就巧安尼哦 ，copy 吼 ，copy 要放大，哎，都一区重要吼，我家己会 mark 吼，哦，而且因为迄个办公室那战情室安尼吼，后来呢，改看看迄种领导的地图。
我想很多人都有接触到。我这是欠债不会地图达人。我靠！你刚才一波来这一刀，我们就变嘴，我们大变嘴。我跟每一个人用伊的地图，拢有伊懂迄个时阵的心情。好、哦，好、哎，吹、哦、落啦，哈、哦，也是讲真正，我就这样，有工作上的需要，好、哦。嗯，而且有社长安尼用讲，咱有讲嘛，讲啊，即马数位化、啊、，Google 已经伫吼、哦，手机内底都有地图啊，对无吼？吼、哦，啊，佮要内底伊要拍去找朋友来，啥拢有嘛？吼、哦，啊，那安尼讲，咱要转型，要安那转？嗯，转型我最近是咧想吼，以安全驾驶吼，嗯，我们还希望往教育跟推广走、嗯，教育对大人吼、嗯，要路网要清楚，伊若敢讲哎。这个变钱的地图看，感觉出来咯怪怪，伊会使对比一下。嗯嗯嗯嗯。好、嗯哦、啊，对于少年的教育是讲吼，迄、哦那个散步地图啦，哈、哦，诶、嗯欸，社区街区跟历史的连接这边哈、哦，嗯嗯，温口里有工作坊，啊、嗯、加迄个手作课程哈，嗯嗯，会使教育囡仔。嗯哼、嗯，因为无管人服务是安怎最变钱的，嗯，你总是爱对这个所在了解愈深愈有素养，大人咧开车。嗯伊若知讲省道、县道、乡道要连去高速公路，都是条是较安全的。嗯嗯，伊有一个底底，嗯，哦，较袂互糊弄啦。人是袂因为人做了无好势，你去受害着。嗯嗯嗯，对。哦，所以讲，迄、那个一张扎辛苦顶头，我敢讲吼，阮、哦、的推广甲销售，我够有责任感。嗯嗯，要互大家讲吼。哦摕一张纸啊，会使报名，会使小仔啊，讲我即要红茶去啊度，是平路还是山区？我刚刚想定诶概念，想我对家己处即、這个所在诶地理位置啦，哈，有一个概念。嗯、其实我嘛家己定定看 Google 诶地图，我刚刚是真清楚，不过我家己较无方向感，所以我拿无整体概念呐，哈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迄个状况还蛮常存在。尤其是因为迄个技术吼进步真紧，伊、可能踮咧后壁改一个软体指令。啊，伊互你看到的物件，就讲人哎，佮奈奈变遮紧，参就变讲我一摆去台北，啊高速公路塞车，啊想要为山区行去行国道三号，啊一路伊就甲我连咪跳东连咪跳西，啊佮暗暝毛行啊要死，哦，一摆结果吼。加坐一挂路去个关西，搭个上高速公路。嗯嗯嗯。哦，一路无加油站啦，一路无啥物，啊，都是导航搞我出，改在我想想，改在无搞我出去蒙阿坡哦，无哦，我做地图的，好嘛，惊死。哎，亲像讲，即个看地图啊，找不起所在啦，还是讲厝内有一个地图，我嘛有迄、那个。所以嘛，有一个地球仪啊，哈，想哦，那个小朋友讲讲，咱伫叨位哦，啊，即马谁谁都去叨位哈，其实是一个真好的空间理解方式啦，哈。哎，咱即马想想嘛，有做为咱这个岛，甲用做一个文创的一个活动来做。因为阮踮咧，阮公司咧放假嘛，哈，啊，放假拄好都是台北市的庄卡。哦，安尼嘛，就老个咧。庙多，人多，代志多，哦。龙山寺嘛，祖师庙、青山王宫，啊，加十月二日闹热的时阵，啊，加加公园，加物件够多。哦，我们一摆就是加放假上闹热的所在哦，十二个点，希望讲大家过来行动。啊，做一个软体，啊，最这个活动完了，我们就入去迄个龙山寺头前的蒙甲龙山文创 B2，地下商场遐较起棒较出来。好、哦，啊，阮即个对地方文化有贡献的公司，哦，啊，都互邀请入去。阮即摆办一个展，吼、哦，甲阮做地图五十年前做地图的家史啦、过程啦，啊，甲历史讲互因知影。因为大家拢看手机，敢那拢看变的嘛，啊，无古早的人安怎做的？对，其实蛮足趣味的。对。啊，过来，阮嘛鼓励伊讲吼，你安怎介绍你家己住的所在，互你的朋友？啊，即款。以前我们做地图、做导航内底迄款技术，其实嘛是尝试啦。但阮也是借这个机会，互即款囡仔，稍微会使参考一下。这总是阮的经验嘛，传出去。无毋着。其实今仔访问吼，即、這个大宇出版社吼，即、這个周雨婷社长，好，多谢你哦，好，小丁，谢谢。播的无艺术，上精彩热流，伫 Spotify。Google Podcast 跟 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哦。